秒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spoonroad。你觉得杰梅耶汉逊会在前十被选中吗？如果你关注大学橄榄球，那你一定知道今年佐治亚大学的防守前线非常具有统治力。就连这个从佐治亚大学转学离开的杰梅耶汉逊甚至也成为了本届最被看好的冲传手之一。最近越来越多的传言流出，许多球队都把他看作是一名前十水平的球员。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约翰逊的技术特点。基本信息，杰梅耶约翰逊冲传手，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身高68分之45 1.95 米，体重254磅115千克，生日1999年1月7日，选秀模板加德维昂克劳尼大学，数据大一，9场比赛20次擒抱 2.5 次擒杀，一次破事吊球，一次破坏传球，大二，6场比赛14次擒抱4次擒杀，大三，12场比赛70次擒抱12次擒杀，两次迫使吊球，两次破坏传球，体测数据臂长34英寸86厘米，手掌长尾 90% 7 25厘米，40码冲刺 4.58 秒纵跳32英寸81厘米，立定跳远125英寸3.18米。优势分析，手臂非常长，在与进攻线的缠斗中经常占得先手，即使没有摆脱阻挡，也时常能够伸出长臂干扰四分，为善于利用自己的一双大手摆脱进攻前线的阻挡，即使是包夹在开